你怎么那么高兴啊？我这个月奖金发了，你知道发了多少吗？发了多少？发了8000。那不得庆祝一下？那肯定啊，等一下我们去散散山，我请客。然后再去逛商场，给你买一身衣服。然后你上次看的那个长得像路由器的那个游戏机叫什么来着 ？PS5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钱都给安排上。你这一有钱都想乱花呀你？哪有啊，我有规划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个月我家努把力估计也能拿这么多。然后你上次在手机上看了半天那个车，我算了一下，到年底差不多也能把它买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赶紧走了，等下地下人又真是超级多。哎，你说到时候我们这个车买个什么颜色啊？白色。有时候感觉还是坐公交车比较好。为啥？至少还能披在阳光之下，还能看到沿途的风景啊。我这车买走错了，还能看啥演出啊？也是啊，好久没有看过演出了。看看呗，这离梦园那边很多人看。算了算了，还熬夜去看，现在这还要不要上班？走。干嘛呀？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不会是你生日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不是不是，你等一下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忘了吗？今天这个日子是我们相识2个月的日子，幸好没有错过你，所以这是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哦，对了对。爷爷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爸，你干嘛？下来等我一下。啊？你干嘛？本来是想七夕节送给你的，但是你都提前把礼物送给我了，那我也提前送给你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要把这个电动车送给我吗？对啊，既然你也算有车了嘛。来，啊、现在你溜达去。哎，我这个合同是怎么了嘛？哎，我还没上车呢，我还没上车呢。想起你后